欢迎今天的家庭大师颜玲珍、邱维超老师。各位电视机前及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 Good TV 的幸福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迈向幸福。今天带领活力夫妻营会的家庭大师是邱维超、颜玲珍夫妇。因着看见家庭的需求，从1999年开始，夫妻两人开始一起投身家庭事工，带领夫妻成长小组。经过专业训练后，成为夫妻营会讲师。邱维超老师还放下部分医生工作，进入台湾的关怀家庭机构服务。至今，夫妻两人已带领海内外上百梯次的夫妻营会，近2000对夫妻参加。今天参与活力婚姻夫妻营会的八对夫妻，婚龄从8个月到27年，一起向两位老师学习活力婚姻的秘诀。活力婚姻号爱之船今天已经到第三站了，第三站是什么呢？我来先讲一个网络的笑话。小明和他女朋友吵架冷战，那小明很想跟他女朋友和好，可是女朋友就不理他。那小明想一想，就找出女朋友的银行的账户，就汇给她520元，520代表我爱你。过了一会，他又浪漫的再转了1314元，就代表一生一世。没想到不久以后，他的女朋友就给他一条讯息，上面写着说，如果有诚意，一句话就不要分开两次说，你就把它520134元转过来吧。所以你这堂课要教我们银行账户还是如何理财呢？如果能够让大家富足，我也愿意了。不过今天不讲理财，可是跟婚姻当中的一些的财务丰富还是有关系的。那婚姻专家有提出一个很新的观念，就是每一对的夫妻的互动的关系里面都有一本这个隐形的账户。那这个账户呢叫做 Emotional Bank Account， 我把它翻译成心灵爱情的情感账户。那虽然是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它实际上是存在夫妻的之间互动的中间。那它的呢就是功能跟一般银行一样，有存款跟提款的功能。这样讲起来，夫妻当中我们有一个情感账户，那个情感账户好像是看不见，但是它是在我们夫妻中间的心灵里面有一本共同的账户。那这共同的账户就有存款的话就是一起存，提款也是一起大家都提掉了。那所谓存款呢，就是你可以做一些事让你对方，让你配偶开心，让他觉得被肯定，让他觉得有爱的感觉，这就是一个存款。那提款呢，当然就是让他觉得什么伤心，让他难过，让他被误解，让他觉得痛苦的，被批评的，这就是一个提款。所以呢，其实夫妻当中很重要的这个共同的情感账户，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爱既完全，我们就把惧怕都挪去了。所以我们当中夫妻当中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爱情账户，里面目的就是让我们平常我们都会有一些摩擦争吵，那我们可以让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化无。那如果我们情感账户丰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中间的那个伤害减低到最低。可是相对的，我们如果呢在抬高筑的时候，可能一点小事也会让我们怎么样破产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离婚的夫妻，不一定是他们发生很大的事情，可是他们离婚了，我在猜他们的情感账户里面真的都已经破产了。
好，所以今天这堂课很重要的，我们要来认识我们夫妻中间的一个情感的账户。既然存款比提款重要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想请问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一天之内24小时，从早到晚，我们可以有几次的机会在夫妻的这个情感账户当中做存款的动作？三次。三次？哪三次？早中晚。早中晚各一次。好，还有没有？七次。七次？为什么讲七呢？就早上起床，然后吃早饭，然后出门，然后回家的时候进门吃饭，然后收拾睡觉。哦，你这样算七次哈。还有没有加码的夫妻？十几次吧。十几次。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那个 line 啊，十几次也不止哦。还有没有要加码的？赶快加，无限次吧，想几次就几次。无限次哦，五号，那你觉得你真的可以做到无限次吗？无限次的次数感觉很大，但其实应该是说想要几次，其实就可以按照那个次数去想要，而不是真的只有几次。这样子哈、哦，那我说，如果你觉得你相信有100次的，请举手。好，我们再做一半。好，那你觉得有200次的，你觉得有的请举手。没有人敢举手了哈。嗯哼。可是呢，我们婚姻专家有做过研究调查，公布答案。他们是在有一个叫做爱情公寓的一个实验室里面，他们真的找了几对夫妻哦，然后身上别了麦克风，也身上做了很多的测试，然后 camera 照着他们一天从早到晚的情况，他们发现250次是有一个 number 的。这样想想看有没有可能，我们来脑力激荡一下好吗？认为有可能的请举手。哇，好有盼望的夫妻哦。三号太太，存款是两个一起存的嘛，所以有时候我可能只有摸摸他这样子，然后他可能转手过来，他也会拍拍我，就是从我的那个马上我一去他二回，其实就已经这样好多次的存款机会，有没有其他都觉得不可能吗？其他有所保留。我觉得很难250次，是因为他白天都不在。 OK、哦、然后我们可以接触的时间就是打电话，可是我不能一直打电话给他。对呀、啊，然后或者是 LINE 这样子。是啊，所以250次、啊、除非他一下班我们就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或者是一直做事这样。对、okay. 照我们这样子常理来想，对呀、啊、那不能够狂抠嘛哈，那也不能够说一起每天都在一起，怎么可能？还要上班啊，还要做好多的家事，对不对？可是这250次，我们先来想想看哈，从早上的一早起来，两个人躺在床上，有没有存款的机会？什么机会、啊、有时候就是 就碰碰他、哦、然后摸摸他耳朵啊、哦、然后一会儿赖一下起来，可能他还要躺一下，我先给小朋友弄他们起床的东西的话，可能就是先亲他一下，就是摸完耳朵以后躺一下，然后再亲他一下。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就算2次。 对, 对不对？而且你还去让他多睡一会儿，你去照顾小朋友、哦、我的服务行动给他，是是，那就变成还有什么做什么事是存款机会。我在睡觉，他起床的时候，他就会在我耳边跟我说话，在你耳边就说一些甜言蜜语，甜言蜜语、哦、或者我们 老夫老妻就昨天晚上睡得好吗？哎，可不可以？是不是一个存款？那如果下了床还没出卧房，对不对？那在卧房里面有什么存款机会？就是老师说的折棉被，然后就是拿衣服，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提醒先生今天他可能需要带的东西，或者是就开始问他今天睡的昨天晚上他睡得如何。我觉得是我比较常会做的，可能就是你还可以多睡一会。好贴心哦，有没有这样听到有没有觉得好被爱的感觉？好，还有没有在卧房里他会帮我画眉毛？哇，这是很特别的存款，很好，非常创意的一个存款。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吗？在卧房里面还有一件，那个是在我睡觉的时候我很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就是有时候太累，可能晚上会做噩梦，就开始就被半夜可能就是会被吓醒了，然后他就为我祷告，那这个也算嘛？当然算，没想到三更半夜还可以存款。真的呢，连他在睡觉还可以存款。记得以前听到一个笑话，说太太先生说，哎，我昨天晚上做一个很甜蜜梦，你进到我的梦里面呢。OK， 如果你认为那是对你的存款也很好，对不对？太太就不能说哪有。好好好，还有没有？我们在各位，你们在卧房每一对讲一下好了。一号，你们在卧房的存款有什么？我会帮他拍化妆水、上保养品，然后拔粉刺。哦，早上修鼻
嘛。哦，这样很好很好。那先生有没有做什么让你太太觉得你是在存款，对他存款的？应该起床忙帮小孩换尿布而已吧。哦，帮小孩换尿布，让太太能够做他要做的事，哈，那也是一个存款。好，二号你们有没有？冬天很冷嘛，然后因为我早上起来温差太大会打喷嚏，所以他起来他会先把暖气打开。然后有的时候如果晚上我没有睡好的话，我只要他如果说起床了，然后我说我昨天没睡好，那他就会赶快去弄小孩。其实只是再多五分钟而已啦，但是就觉得蛮幸福的。是蛮幸福的，你看这是不是存款？哦，好大的一笔。好，二号先生还想到，我常常就是准备要出门，有时候在赶来不及，然后他煮好了早餐也没有时间吃，然后他就会还特别把它包起来让我带出去，我觉得这个是存款。好，七号的太太，就早上的时候有时候在看他棉被没有盖好就再帮他盖一下，还有我老公的那个闹钟五分钟响一次但是他都不会醒，就不厌其烦的帮他关闹钟，还有有时候可以帮那个把手机他充完电就把它拔掉这样子。小小的一件事是不是感受到对方一个爱意？是不是这些都在卧房里面可以发生的嘛？这样算算已经二三十次了。像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多次了？还没出卧房哦，哈。有的时候问他，哎，早上要不要喝咖啡呀？有没有？哈，好。出了卧房以后呢，在餐厅里面有什么存款的机会？就是我会先起来去准备早餐，让太太跟小孩可以再多睡一会儿。就是早上的时候起来一定会要先做早餐嘛，然后。我先生有时候他会就主动就出去帮忙，就是问我那今天如果没有早餐他出去帮忙买个早餐，然后如果家里已经有早餐的话我就会请小朋友开始帮忙，那就会开始放音乐然后收拾餐桌，然后大家就开始负责把整个早餐布置起来，然后就分工，早上就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有音乐又有早餐，然后又有个全家聚在一起的那种时间这样子。哇，我想起来都好美好，这样子我刚刚跟你数起来有至少七八次的机会耶，在那个早餐的餐桌前，很棒。还有没有？那有一阵子我要凌晨出去打球，我早上起来一定有丰盛的早餐可以吃，而且是热腾腾的，每天都不一样。我想这个是很丰富，不是只有早餐而已，它有很丰富的存款。现在想起来还温温的哈，很棒哈。那真的要出门前有没有机会抱抱太太，亲一下，表示我们对她辛苦的付出？因为以前早餐都是老婆在做，是出门她还会再叮咛帮你包好。是，那现在我也没在上班了，那我会跟他一起，他如果弄早餐我会端去桌上然后帮忙收拾这样。哦，那出门以前就是他这样我就会做一点回馈。如果他没有出国没有出差的话，他就是一定都会，我们就是都是一起出门，他会是稍微绕一下让我再方便可以搭捷运的地方。okay， 对，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今天想要做什么事情，有什么那个大家会讲一下，打打气鼓励一下，分开我们就会一个 kiss 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讲这样子，有没有觉得你们的爱情账户是满满的？有哈。那250次存款的机会，你们觉得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觉得中途不要提款。我觉得要去看到，去 recognize 那对方有做了这些事情。是，我觉得是心里面有对方的存在。如果当你心中有对方存在的时候，无时无刻或者在很多很巧妙的时刻，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时候我可以帮他做什么？所以有心又用心。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那我想是这样子的，250次机会刚刚这样听过来，大部分还是用行动来去表达这存款。但是我们华人的这个文化比较怎么样？爱在心中不知表达，爱在心中口难开。所以这一堂课我们可能存款就把它浓缩到一个用话语方面的来去给对方存款，好吧？因为话语的力量实在是很大。除了上一堂我说的那个马克吐温说一句夸奖的话可以让你快乐两个月以外呢，另外一句西方的谚语说什么呢？他说一天一个夸奖，离婚不必讲。 哇，记住哦，夸奖一句话的肯定可以不必离婚哦。好，我们每天要学习，每天放在心里面，放在我们的嘴巴里。好，对，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在箴言书也说生死在什么？舌头的泉下。我们华人也说一言怎么样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
上班，一言同样也可以新夫新妻或者是上妻上夫，所以话语的力量是何等的大。那另外一个地方的教导，以弗所书4:29，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吧，来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看这一句话的教导里面就有包括提款跟存款。污秽的言语是什么呢？它的特质是怎么样？破坏性，没有建设性的，是算是提款，所以尽量不要去做好吗？那接下来说什么呢？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就是正面的欣赏，鼓励赞许，听见的人就可以得着益处，是可以促进夫妻恩爱亲密，我们要尽量的去做。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平常刚刚七号同学讲说重点关键在不要提款，可是 你觉得我们会被提款？都会，而且提款不用交啦，存款才需要交，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其实日积月累，我们都很需要，我们的感情账户要怎么样，要多一点的去存款。为什么？状况题。最近我们家旁边开了一家新的健身房哦，你要不要去运动一下？各位，你觉得呢？你是嫌我胖吗？我会觉得蛮神奇，他在嫌弃我的身材。老公，你看，为你生了三个孩子，体型都变了。他这样讲以后，我就怎么样？在我的脑袋里面，我有一个安全的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平常刚刚七号同学讲说重点关键在不要提款，可是 你觉得我们会被提款？都会，而且提款不用交啦，存款才需要交，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其实日积月累，我们都很需要，我们的感情账户要怎么样，要多一点的去存款。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断的存款之后，我们里面的那个所谓我们的情绪的脑，就是我们脑里面呢，我们就会比较安全感够。好，我现在赶快给各位一个状况题，你觉得这是怎么讲？状况题：早上起床后，妻子在房间内换衣服，老公望着妻子说：“哎，老婆啊，最近我们家旁边开了一家新的健身房哦，你要不要去运动一下？”各位，一号太太，你觉得呢？你是嫌我胖吗？我会觉得蛮神奇，他在嫌弃我的身材。哦，对，我们每次上这堂课用这个状况题，我想80%-90%都说怎样。你嫌我胖吗？你要我去运动吗？其实这个是我们真实的状况，因为你知道结婚久了又生了三个孩子，然后家庭主妇每一天忙，不知不觉觉得本来是小姐纤细的身材不知不觉就变水桶了。有一次照镜子越看越自己越觉得不舒服，就问老公说：“老公，你看，为你生了三个孩子体型都变了。”可是我老公说了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不会啊，我就喜欢这种肉肉的感觉啊，虽然生了三个小孩还是很吸引我的，想再追你一次。”哎，他这样讲以后，我就怎么样，在我的脑袋里面我有一个安全的脑，特别他说他喜欢有点肉肉的，所以有一点肉有什么关系，反正老公喜欢嘛。所以呢，他叫我去健身房的时候，我的解读不会觉得他嫌我胖，因为我已经得到他给我很好的一个爱的存款，让我觉得有安全感。好，所以重点真的是我们平常就要对对方说一些肯定的话，一些赞美鼓励的话，让对方即使真的他今天真的做得非常的不好，或者他今天回来很累了，你还在数落他的话，那真的就是提款了，是不是？但是我们有安全的脑的时候呢，这个才是我们活在夫妻当中恩爱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就是我们的情感账户要丰满，我们的脑才会安全，我们所说的话才会被解读成为负面的。道理跟理论讲了那么多，我们要实际的来去演练一下。那做老师的就是要来示范嘛，对不对？不过在示范之前呢，我们还是要把一些存款应该要注意的一些规则原则来跟大家来说明，免得不小心就
本来存款就变提款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找一个合宜的场所，像今天就很好，对不对？大家把工作放下来，小孩也在临托，或者是甚至教会服事也把它挪开一下，两个人能够在这样一个合宜场所，在家里自己也可以制造这个气氛，双手相握啦，四目要看着对方，具体的欣赏，不能说你很好了，你很棒了，不错了，这种都不够，应该说你棒在哪里，你好在哪里，你吸引我的地方在哪里，我喜欢你的特质是哪一些，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具体欣赏。然后呢要语重情真，就是要真的讲得很真情流露，很认真的，不是为了表演或者是敷衍而已。那接下来我们当然最好不要讲弱点，刚刚讲了很多优点，有点虽然可是但是，那就又变成提款去了，那就是得不偿失嘛。所以不要谈弱点，还有我们要用心倾听，对方讲的时候给我们存的时候，我们接收的人要怎么样倾听，点头微笑就好，那绝对不要插嘴好吗？不要说是真的吗？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过你这样讲，卖给先，这都是 不合宜的，不要插嘴。最后我们讲完以后拥抱，能够亲吻一下最好，然后要讲三字真言，就是要谢谢你，我爱你。这个洋洋洒洒思辨怎么做，那做老师的就是没办法，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示范，不要说一套做一套，我们一定我们心甘情愿来做，是是是。接下来由邱维超老师与颜玲珍老师用十个原则来帮助所有夫妻了解如何用话语达成夫妻爱的存款。玲珍，我真的很感谢你一路相伴，从在大学认识一直到现在30年。那你不但是成为我最好的这个情人，也是最好的太太，也是我最好的属灵朋友，因为我们常常可以来聊天分享我心中不管快乐或者是忧伤的事情。那我记得刚结婚你有4年不孕没有小孩，我们好喜欢小孩，但是又舍不得要你年高年龄，高年龄还要生小孩，结果你还是愿意生，结果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不止一个，是3个，所以你为了这个家庭你就辞掉你的工作，全心全意的25年做家庭主妇。那在早期我开业的时候，你真的花很多的时间在家里面把小孩子照顾得那么好，让我无后顾之忧，这是我第一点要谢谢你的地方。那第二呢，我就要谢谢你在2004年到2010年有几年时间，因为我们一些需要分开两地，你带着小孩到美国去，那中间我飞来飞去成为空中飞人，那你真的是也在那边做了很多，虽然我不在身边，可是我每次去的时候你都给我很大的安慰，这个我要谢谢你，也辛苦你。那再来我觉得我真的要谢谢你做事很认真而且不放弃的信心，另外也很有爱心，就是能够去栽培后进，你都不藏私的把你所学的东西教导出来，真的你做得非常好，很卓越，我在这里要特别谢谢你，不管家里在服侍你都让我能够享受到像圣经里面说的这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谢谢你，我爱你，谢谢谢谢。我很感谢上帝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而且不止认识，我们可以一起的同奔这个人生的道路。那我真的非常欣赏你的，就是你非常的宽宏大量，你非常的不计较，特别譬如说我觉得有时候你都委屈，可是你都觉得没有关系啊，然后你用钱方面你也不会让我觉得真的是随便让我花啦，虽然我不太会随便乱花，可是你都不会让我的财务上面有任何的缺乏，而且你都让我说尽量的花这样子，我觉得我的心是很感恩的。那我也觉得说你是非常有孝顺的心，虽然我的妈妈是50多年的寡妇，你常常就是鼓励我说这边有好吃的带妈妈去吃，那边有好玩的我们要带妈妈去，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婿，然后让我的妈妈真的是觉得说我嫁给一个
很好的老公，那这一点我也觉得我很欣赏也很感谢你的。那最后我要谢谢你的是你对我们家的忠心，你对我们家的摆上跟尾声，在我们6年多的这个远距婚姻当中，你虽然忍受很多，可是你依然忠心的对我们的婚姻，那这一点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但我也非常的觉得我很肯定，也很谢谢你让我们没有家破人亡，没有妻离子散，我觉得你真的很不容易，但我谢谢你，真的感谢，谢谢，谢谢，我爱你。这是这样的一个存款啊，会让感动。我没有预备，可是我觉得我们每一次存款都会觉得被感动啊，也能够把那个爱真的传递出去啊。那接下来我想就给各位啊。夫妻时间好吗？把握住这个机会，250次机会是给愿意把握机会的人。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再提一下，就是待会夫妻面对面挪个椅子，然后一定要手握着手好吗？眼睛看着对方，然后讲优点，欣赏具体的。这一次我们是用大方向的，不要说啊谢谢你早上帮我泡咖啡，今天早上不要这样，我们要回溯到你怎么认识他，怎么被吸引，怎么样去欣赏肯定的，这大方向的好吗？不谈弱点，不要插嘴，用心的听，点头微笑，最后拥抱亲吻，说三字真言，然后讲完以后呢，另外一方再回来讲，这样可以吗？如果你们时间充裕还可以重复再讲，哇，刚刚还有一些外存都可以。好，那现在时间我们就交给各位现场的夫妻啦。好，在邱维超老师夫妇的引导之下，现场的夫妻来宾一起练习夫妻存款活动，实际体验之后，夫妻的情感有增温吗？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感受。这是一段非常感人又非常精心的时刻，我相信我们平常有好多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机会可以表达，也没有合一的地点能够表达。今天我想我们在这边爱之船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我看到我们8对夫妻都有很深情的流露，那好不好我们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我们在彼此在我们爱情的账户里存款的时候，你向对方说了肯定的话，你听到对方告诉你他平常可能没讲的，或者他有讲的，你觉得很窝心，你觉得很感动的，可不可以我们来分享一下？跟对方讲出自己欣赏对方，然后又觉得对方为我们付出了，对这个家为我付出了一切，那心里当然是会很感动，觉得啊，我何德何能可以让一个人为我做这么多的事情，又得到这种的感受，你会想说，那我是不是以后可以再如何做更多的关心他的事情，体察他的需要，来去爱他，这样。刚刚这算是一个，另外一方面也觉得算是一个数算恩典的时刻，因为毕竟之前就真的太稀松平常了，然后就像呼吸一下，像呼吸一样，但是你完全不会去察觉。但是像刚刚在跟他在讲话的时候，会觉得就觉得上帝怎么这么的爱我。不单单是给了我一个这么爱我的丈夫，也因为结婚，我多了一个非常爱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公公。所以跟他在讲话的过程，觉得哇，好恩典，都忍不住就哭出来了。棒哦！一号的太太说，好像呼吸一样，我们好像这平常的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很需要呼吸耶，我们很需要彼此的加温存款，是不是？好，我们请二号夫妻分享的这个过程，就是脑里头有很多的画面，我们刚遇见到现在的画面，他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是最近几年我觉得我很多地方没有我们刚结婚，我想要做到一个先生或者一个父亲的角色，但是他反而跟我说很多他很感激的部分，让我觉得我没有失败的那么
那么惨。刚刚很感动的是他跟我讲说我帮助他就是更亲近神的这个部分，因为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是他带我再回到教会里面去，因为我曾经离开过，然后重新去调整我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那现在变成是我带他，把他推向更认识神，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夫妻之间，然后我们就是彼此把彼此往前推，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谢谢我们三号的夫妻。分享一下你们刚刚的存款。我也是一想到我们这样子从认识，我们认识八九年然后才结婚，然后就现在等于彼此认识三十几年，然后我突然脑袋浮现了一个，其实是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发生一事我们就要分手了，然后我那时候就我很感谢他，那时候他就不行，即使有这么大的风波，他觉得他绝对不要放弃，他的那个坚决的心，以至于我们又重新回来，然后后来进入婚姻，然后走了二十几年。我就对这件事情，我以前从来没有就这件事情感谢过他，然后我就突然我就我要感谢他，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突破。然后听到先生对我的一个部分，也是其实也是有点像第二号夫妻的这样讲，就在信仰生活上面，我们都觉得他是头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可是他竟然说我在这个部分也有给他有一些帮助，我心里觉得啊是这样子，我听得这样很高兴。其实哦，在我们家事情都是他做的比较多，结果好像我们起了一个头，然后做了一点点，我太太就充满了感谢，我觉得也很 surprise。我觉得爱其实就是把彼此放在心里面，而且彼此感谢，透过沟通，透过说出来的过程里面，也比较知道说，哦，原来我做的这一点东西，会放在你的心里面，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二十多年的婚姻哈，都没有把看见宝藏其实在那里，可是以为放在那里他看得见，说出来了。让对方感受到了，哇，才发现，对呀，我们有这么多的宝藏。其实我们在婚姻当中越说越多，是不是？好，很棒。好，四号，他刚刚跟我讲一段话，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所以我听了就哭了。就是说，那因为我独立性比较高，所以就会造成两个沟通的模式会比较紧张。就是我们要管理我们的情感账户哈，最好的一个夫妻的情感账户里面保持那个比例是，比如说生活太平淡，好像存款变成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候，来一次惊喜的存款。另外他国存款也是一个倍增，那这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他刚刚跟我讲一段话，是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所以我听了就哭了。就是说，他说自从认识你以来，人生开始不一样，然后不再孤单一个人，然后真的有一个人懂我，然后陪伴我。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我总觉得我好像不够懂他。对，听完以后你觉得呢？他好像真的很需要我。不用怀疑哦，四号先生。刚刚还没说，光是看着他的眼睛，我就哭了。那就是像我刚刚说的，他真的懂我。他刚刚也跟我说，他说谢谢你，包容，包容就是说他可能常常会念我一些，念一直念一点念，但是我可以包容。那我觉得听到这样，我也很感动。然后他也说，我开发了他另外一个潜能，让他很容易就放松，很就是比较会 relax。他以前是比较紧的。可能太追求完美，那现在就是很容易放松，所以很棒。然后我刚刚也发现，我太太突然一下子变得好美，本来就很美，只是我觉得比我刚认识她的时候还美，很棒。她在存款的时候，你一定看她像天使一样那么美，是不是？哇，好棒哦，是共同账户，对不对？好，好，五号，我是一个不会表达情绪的人，不会表达情感的人。那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练习。来数算就是他在我生命当中对我的好，所以数着数着我自己就很感动，我才发现他为我做了很多很多，
所以感觉就很好。然后换他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被了解，我真的被就是毫无保留的接纳，那种感受就很舒服。他在对我说的时候，我很开心。然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很可爱，就是他看我现在样子，就像他第一次看到我，还有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看我很可爱。然后我觉得很好，因为我很喜欢那种感觉。然后当我在跟他说的时候，我觉得慢慢的去说出来，然后他很专心的在听我说，感觉到他自己被接纳，毫无保留的。我觉得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更觉得很棒，很婚姻好像又进到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阶段。好，期待你们更看见不同的风景。好，六号的夫妻，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呢，我的先生就好像表达出来说，哎，他明白，我平常所做的所说的，我就觉得感到很欣慰。他的爱真的是牺牲跟奉献，我们家三个人，包括他四个，他为我们三个付出28年，从来没有说要我们怎样的对他回馈。他有时候会担心我的个性刚毅，往前冲，个性也是比较强，那因为我独立性比较高，所以就会造成两个沟通的模式会比较紧张。但是我们不是为情感的部分在，都是在为服事的当中，所以我很谢谢他，上帝派他来真的是成为我的帮助者，也是一个贤德的妇人，才德的妇人，所以我很感谢他无怨无悔的对我们这一家，是他一直陪伴我，不离不弃的陪伴我。好，我们这一堂课是在讲存款，是在讲我们夫妻共同的账户里面，我们怎么样对对方的一个肯定，一个存款，我们里面的感受。那沟通部分其实明天我们才会谈到。好，我们再请七号的夫妻谈一下你们的感受。其实我原本对于给予爱然后存款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很挫折的，因为我总觉得我好像无论怎么做都不够好，这是我自己心中对我太太，其实内心里面有些时候会有这种感受，就会觉得很亏欠，好像永远怎么做都好像哪里不对，不够好。可是后来从他口中突然之间跟我讲了一些他可能不一定常常会去表达的这种，他其实都看在眼里，或者甚至是他其实都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辛苦是，其实我觉得有一种被安慰的感觉。然后特别是因为今天有了四目相交，我不知道，因为他每次看到我四目相交的时候，他都会笑这样。然后他今天是哭，我就觉得有点意外。我说怎么你怎么了？为什么要哭？是我做了什么这样？那他就说，他突然之间他就说，他觉得他好像不是还不够能够肯定我，不够爱我。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哎呦，心被那个同理，然后心被了解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感动。我觉得今天可能真的是神动工吧，就是我就刚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忽然我第一次就是应该说很久很久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觉得我都没有好好的爱你这样子。对，以前都会一直觉得你都没有好好爱我。对，当我们真的想要表达爱的时候，其实圣经上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说爱要常以为亏欠。当我们向对方表达我好久没有好好的看你，我觉得对你有亏欠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不是吗？好，上帝真的在你的心中，也让你真正今天好好的看看先生，安慰他，他已经安慰到了。好，好，八号，你们才刚新婚，讲一下你们刚刚存款的经验。刚刚在夫妻存款的时候，然后我太太就一直对我说一些感恩的话，然后就说他很需要我，然后成为他的生命啊、服事啊或信仰上的一些的帮助。他一直在讲一直在讲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开始感动。我感动的原因是因为我感受到我那种被需要的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心里面非常的
感动，然后也突然发现到说我们平常真的是太少这样子夫妻的存款。刚开始也是觉得很好笑，可是到后面我就跟他说你不要哭哦，结果反正是我自己先哭。然后我觉得很感恩的是他让我非常感动的是他说在我就是他觉得他过往是觉得他不可能结婚，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值得人家爱的一个人，然后到了因为认识我，他说真的是觉得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很棒的礼物。那我就觉得哇，我是一个好像被他捧在手心上的一个宝藏，所以我就觉得很感动，就很感受到被爱，然后被接纳，甚至是觉得是被保护的。这个时刻实在是一个非常窝心有人能感动的一个时刻啊。那我记得有一次带这个营会的时候，经过这样练习，有一个先生赶快举手，他说：“老师，我终于气顺了。”他学了这个课程以后，他觉得整个哈从头到底哈整个通畅了哈。他觉得以前还没有练习之前哈，总感觉一股很怪的气哈卡在喉咙，要说说不出来，要吞吞不下去，然后呢一股闷气积在肺里面哈，憋得不得了，好像觉得很受不了哈，还有一口气。真想咽下去咽不下去，终于今天可以说出来，听到对方所说的，让他里面整个的好像被气都很顺畅。那我就想到说这个课程用什么系统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呼吸系统。刚刚一号的这个太太就提到了，我们平常好像呼吸是那么的顺畅自然，可是不知道那个呼吸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吸进新鲜的空气，对不对？可是多少时候我们怎么样乱吐晦气，有没有？然后乱倒垃圾，把心里面的这个情绪垃圾都倒给对方，那对方也受不了。所以一个练习这样子的一个存款练习是帮助我们能够勇敢的把爱讲出来。我相信华人里面可能有一些人觉得说讲了他会不会骄傲，这个有时候我们对小孩子讲你不能太骄傲，不能这样讲，所以反而要用一个比较恨铁不成钢的那种心态去做，其实我觉得不好，要多鼓励。那另外有些人呢，他觉得说有个心理障碍需要这样子吗？我又不是这种个性，我需要讲吗？可是我告诉你，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的天父有一次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到地上受洗的时候，有没有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悦的。耶稣基督在地上之后也充满怜悯，到罪人的家里，到有弱势家人家里面去，有需要的人去，他去帮他们。可是耶稣的话才能带着正面的，有一次还夸耀那个有信心的百夫长，有没有？他从来没看过有这么有信心的人。所以他用这样子的话来鼓励人家。圣经其实很多充满神正面的鼓励，对我们这些做老百姓的，做他子民的，做他儿女的，他用永远的爱借着一些的话语行为，他的带领帮助我们来感受到神的爱。所以好不好，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去抱抱一下，互相依偎一下好吗？多一点点时间，然后呢想想看，这个共同的情感账户是共同的，夫妻共有的，我们存款进去不是占便宜，也不会被吃亏，也不是你输我赢，我赢你输，是我们共同享受这个账户，好不好？让我们能够呢更多的在这个账户里面丰富满足，成为富足的一对夫妇。我想情感的账户学习不是那么容易啦，但是我还是要最后有一个提醒，就是我们要管理管理我们的情感账户。管理的意思就是说他一定有一个好好的比例。那一个婚姻大师江嘎门他讲过，最好的一个夫妻的情感账户里面保持那个比例是5:1。什么叫5:1？5笔的存款才能有1笔的提款。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个大冲突的时候，那可能是一个提款，对不对？那你就要小心你里面存款够不够哦。我们刚刚已经 讲过了，如果我们的感情账户存款不够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把小事变大事了。好，但是如果感情账户够，我们才容许提款。所以5:1的这个概念要放在心上。还有当然我们都喜欢的是先存后提，多存
少提哈。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秘诀呢，就是情感账户有个倍增的存款。什么叫倍增？我存一笔，它一下的那个利息好大哦。那个有三个，第一个就叫做公开的存款，是我们私下存款的好几十倍。特别像如果聪明的太太，你到娘家的时候，跟着先带着先生去你自己的娘家，有没有？你如果告诉你妈你爸说啊，我的老公对我多好，我这一生做的最大的最棒的决定就是嫁给一个对的男人，哇，你想想看你老公在旁边感觉如何，这个存款回去哈，一定是丰满的哈。所以公开存款不要小看，或者说在同事的面前告诉他们说，我今天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不是我，是我背后的这一个怎么样，他全力的支持我，让我无后顾之忧。想想看，这样公开的存款会不会很大笔？另外一个是惊喜的存款，有时候生活太平淡，好像存款变成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候，有火的时候，来一次惊喜的存款。我就讲一个例子，有一次很多年前，那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我太太带到餐厅去，结果包厢的门一打开，大家为我唱生日快乐歌，原来他邀请了五对夫妻，我们平常好朋友，在我不知情在那为我庆祝这个生日，结果我跟你讲，我那一年过得特别快乐。那其他我想我们可以去赚创意的，不是常常的，但是我觉得是对这个爱国会加温。另外他国存款也是一个倍增的，那这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可能关系有点闹僵，要怎么存存不进去，对方也不让你存，可能你就要发挥你的创意，可能他在乎的人事物，比如说他很在乎他妈妈那边事情，那我可能我就要存在我岳母那边送个水果啦，或者我们去看我们妈妈啦，看你妈妈，这样的话他就会感受到转个弯，会得到那个存款，慢慢关系恢复。那平常如果能够多做一点他国存款也不错，或者爱屋及乌嘛，他所在乎的人事物也可以来去做进行这方面的存款。那我想存款可能有些人就说还是一点深色，没有关系，我们所谓的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会习惯成自然，就像呼吸那么的自然。那越做越纯熟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个爱香会越来越满。每一个人夫妻里面都有一个爱的箱子，那这个箱子里面如果越满的时候，大家这个关系就越来越好。那我相信神会借着这样的一个不断我们去操练，那我们这几堂课里面我们也给机会大家一起来复习，那平常回到家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把握机会，记得每天有250次的机会来存款。好，祝福各位，这堂课就到这里。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Is there a new hope knocking on my door? Is there a new hope? 'Cause I'm wanting more. Something needs to change with the way I see my life just creeping.